好，大家又继续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Where 啦，咁今次翻到嚟咧就玩呢个下一白剧情嘅，系啊，就系呢一个嘅对抗火焰鸟嘅剧情啦。上集咧就讲咧，喺双子岛遇到呢个急冻鸟嘅，火之冰鸟想捉呢个急冻鸟，但系可惜咧俾佢走甩咗嘅。但系咧不幸地咧，火鸟已经成为咗火之冰鸟嘅一份子咧，一个战力啦。所以我哋依家要派化石飞龙咧去。同呢一个火鸟对抗啦，系啦，救翻下巴出嚟，因为下巴依家俾人困住咗，俾火鸟嘅火焰漩涡困住咗啊！有冇喷雾啊？哎，有白银啦，终于买十支啊，唔好谂啦。好，我哋翻去救下巴啦，要下巴个傻仔俾人困住咗，个傻仔俾人困住咗啊！火马 ，OK， 嚟啦，我哋依家有化飞啦。虽然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赢到佢，啊唔系，化石飞龙其实某程度上应该系打得赢嘅，系啦，我哋试下啦，不如，既然系咁，我哋试下净系用化石飞龙打赢唔赢到火焰鸟。唔好意思，我嚟迟咗啊！你做到啊？你复活咗化石飞龙啦？原来啱啱叫化石飞龙啊！好啊，等我哋打赢佢啦，化石飞龙。好，我哋即管只用呢个化石飞龙，可唔可以叫走佢咧？试下先，高速移动，哇！翻嚟啦！哇哇，就咁就搞掂咗啦！原来咩话火焰鸟输咗，我哋要即刻撤退啊！原来就咁嗌一嗌佢就输咯。下巴你冇嘢啊嘛，多得你又冇事，我哋而家咧即刻离开呢个岛啦。哦，咁快？系啊，我仲要有自己嘅使命要完成，我必须确保咧，我为火之冰莲制造嘅兵器咧唔系一个威胁啊！即使被追杀咧，我都唔在乎。咩话兵器？多谢帮我啊！呢个徽章咧送俾你当系礼物啦。哇！你是管主，系啊，唔好意思，但我喺未来咧同佢嚟一场真正嘅道馆比赛，再见啊，小心啊。嗯，就算出动咗火鸟咧，都捉唔翻下巴。诶，急冻鸟都咩啦？冇人发，冇人发电咗，雷鸟咧已经被捕获啦。哇，三巨头，既然冇梦项目咧，已经冇意义啊。呢啲将会系我哋嘅王牌。冇未经授权嘅人员咧，唔可以入嚟啊。哎呀，唔好避开入去啦，求下你。唔得啊！哇，变咗色嘅，哈！你个小气，每入口都系咁样，我依家点做好咧？做得好啊！波波球行迟啲再，咁有啲唔对路喎。去啦，喷火龙！呢个城市咧似乎冇问题啊。系啊，答啱啊！哇，嘅孩子啊，你叫咩名啊？我搞咩啊？唔好理佢啦，去啦，喷火龙！等等等等。喂，你就唔可以早啲提醒我咩？呢个屏幕应该系人为刻意制造，但如果要包围整个城市，佢一定系一只精灵嚟。劈开啦，喷火龙，攻击唔起作用啊！喂，靓仔，我唔知咧，你想进入去咧系咩目的？但我哋一齐合作点啊？哼，翻嚟问阿爷应该知啦。好，OK，我哋再试下打赢佢。化石飞龙应该系可以打赢火鸟嘅。依家佢快啲嘛，我哋知道咗。我哋直接用原始之力，其实佢应该死嘅，我觉得，或者佢一半血啦吓。啊，系啦，一半血到啦，系啊，一定打唔赢嘅啦。化石飞龙，我仲要加个攻击添啊，加个能力。OK， 好啦，好，化飞。的确，化飞系完美黑住火鸟嘅，我自己觉得属性像黑树佢啦吓，因为火鸟嘅攻击我谂冇咩，冇边招可以打得赢化石飞龙啩，啊应该都有岩石技嘅，但系都唔算话好痛咯，我谂。有绿尾仔喺度，呢度唔知道有冇啲咩特别嘅嘢睇咧？呢个咩噶？呢个列车啊？科学实验室咁暗咩？目前管主不在。头先我哋见到嘅画面就系应该系彩虹市，叫咩市我叫做，睇下不如，我唔记得叫咩市我叫做。传送喺边啊？啊？你发动咗精灵战争？嗰个传送仔去边啊？传送嗰个卡斯同埋嗰个爷爷咧，唔见咗嘅，去咗边啊？佢哋冰之石。火马，漂亮嘅女孩子做馆主，而我哋只系一个老嘢作为馆主。
红莲岛嘅火山岩石呢啲啊，咁啊对火龙。O K， 冇喎，咁我哋点啊？咁样唔都咁样游水翻去？唔会啊？咁黐线，我翻大亚湾行前先。咦，有个精灵喺中间嘅，星星沙子，将鱼吓走咗，关我咩事？火衣背，护护光线啦，二马座就护护光线啦。铁甲背，唉，比加超赢眼啊 ！OK， 水母、珍珠，都唔知系咪向呢个方向行。来自奥雷地区，你唔想去嗰度，我唔会再翻。咩叫奥雷地区？唔通你有啲特别嘢？卡拉卡拉，卡拉卡拉，好冇特别走得。诶、欸，有啦。纯白镇冇人嘅，去晒边啊？大家，诶、欸，哇，有人喎、啊，诶、欸，咩，放箭兵嚟咗，然后，哇，我必须保持专业同埋冷静啊！希望之后再见。好，等下大学博士先，我传送嗰个都唔喺度喎。诶、欸，你喺度嘅点解？喂，大学博士，好高兴你仲喺度，你中意留喺度安静到咧，你个毛骨悚然嘅地方啊，嗯，总之咧，精灵度假好顺利嘅，点。嗯，博士，哇，咩事啊？哇，嗰个精灵叫声嚟个爹哋先啊！超咩啊？超能力精灵出嚟啦！奇异草，你系边位啊？哇，有机立，哈哈哈！有机立嘅幻象点啊？纯白镇嘅，佢对咧精灵同埋人类都有效。到目前为止咧，一直咧喺度坏火箭兵团嘅好事。這個、呢个咧，俾一啲颜色你睇下，你系边个？我系哪支精英嘅三人组之一。你对我阿妈、大伯博士同其他人去做咗啲咩？哦，佢哋好安全，只不过暂时啊。佢哋目前咧正喺我哋度咧享受一个美好嘅假期。有本事嘅咪嚟金王市救佢哋咯，再会啦。OK， 喂，我一种莫名嘅感觉你会喺度，果然啦，估唔到系真嘅。诶、哎，估你喺度做咩啊？其他人出咗意外，我早就知道啊。你望下呢个，呢、這个咧系由空中拍到嘅情况，你点拍噶？啊！笼罩住呢个金王市，仲有呢啲穿呢一个黑色制服嘅人，系火箭兵团。成个城市咧，被呢个无形嘅屏障咧包围住。你知唔知意味住啲咩？意味住啲咩啊？唔通咧，火箭兵团嘅总部喺金王市？我哋之前遇到咧，有一个叫哪吒咧，讲咗关于金王市嘅事。咁即系话要我去金王市，冇错。我肯定咧，佢想将我哋咧引诱去总部。我有个感觉咧，佢哋同我哋嘅最终决斗要开始啊！但你点啊？你唔同我一齐去啊？冇搞错啦！我一啲咧都唔在乎火箭兵团，我啲买卖嗰啲残酷实验嘅。你认真嘅？你知唔知咧？点解我阿爷咧喺呢一度咧起咗佢一个实验室啊？知唔知点解我哋喺第一次见面咧呢度会见到最稀有嘅精灵？懵懵啊！无知嘅你咧，肯定都估唔到啊！因为呢个城镇咧系关东唯一唔受污染嘅影响。所谓咧真身，亦即系所谓嘅纯白嘅意思，就系冇受到任何污染嘅地方。然后佢哋嚟咗嗰啲好嘅家伙咧，玷污咗呢个地方，绑架咗我屋企人，我要俾佢哋付出代价，就系咁样。再见。好啊，又抌低我，我最好前往咧金王市。如果冇记错咧，金王市喺五号道路东边。真身英雄啊 ！OK， 我哋要做新英雄啦，真身英雄，真身阵。真身阵就系一个纯白嘅意思，而呢个火箭兵团玷污咗呢个纯白嘅地方。诶、欸，出晒嚟嘅你，哇！世界好危险啊，唔可以安心咁玩呢个世界上咧，呕心嘅变态太多。呢、這、一个咧就系我同妻子喺街上出路嘅原因。个传送仔喺咪度啊？都唔喺度，即系话我要自己行过去啊，有啲麻烦、啊。应该有其他道路啩？唔会真系要咁样行过去啊？上盘森林。咦，劈树可以劈树，几好啊！其实咁样可以行翻之前嘅地方，然之后用翻一啲招式机咧去开路，啊，几好啊！咁样谂法咧又唔错啊！咁样谂，向呢个方面去谂咧，其实真系几好。但系有冇嘢执噶？即系劈草系为咗纯粹行得快啲咁解，系冇嘢执嘅。原来我睇个睇嚟睇个款式系啦。
O K， 咁唔紧要啦吓，啲、啊、小问题嚟啫。除虫喷雾，三号道路。O K， 你又有个咩地鼠洞啊？好似我唔想行嗰个咩洞啊，越见山个洞行死人。我唔想行住见山嗰个，我想行地鼠洞。地鼠洞系点行咧？谂下先。地鼠洞好似系喺啊，我记得啦。地鼠洞喺尼比斯左手面啊，呢度呢度向上行就会有洞穴。唉，真系好有记性，咁我就记得啦。呢度呢度行唔到，行呢度。再喷，嗯，喺呢度系啊系啊，搞掂13号道路，13号道路咁我哋再行啦。我估计5号道路应该会系喺华南市嘅下方啊，啊华南市下方咧应该15号道路，浅红市啦，翻翻嚟18号道路17。之后再向上行，可以游水头骨，嗰啲咁恐怖嘅嘢。好，翻翻嚟呢一个嘅彩虹8号道路，等阵天光。OK， 呢度系咪呢边咧？应该系呢度右手边啊！之前咧有两个女仔顶住咗条路嘅。7号系啦，见到啦，见到阿 Green 啊，已经我冇得飞天真系阴功，咁大个屏障咧，我输到咧，一定系有一只咧精灵有操控成件事，呢、這个里面一定有弱点，或者我咧可以飞过屏障，我试过冇用啊，唔好再学我，而家边个学边个啊？呢班咁嘅傻仔喺上边咧底部中心个都冇咩分别嘅啫，屏障太强咧冇办法突破佢，至少喺外面系咁啦，哈。有啦，唔系所有嘢都系有实体嘅。出去啦，高超鸭用超能力嘅绝招念力。诶、欸，嗯，系咧，吸本小丑喎、啊。原来一只吸本小丑咧用咗绝招光墙啊！我哋需要咧摆脱嗰个魔偶嗰个咩啊？吸本小丑，你谂住点做啊？如果唔先突破咧，你系冇办法咧接近佢嘅，唔好话咧打烂佢啦。我会谂到办法嘅。哦，等我哋睇下咧，听日有冇啦咁样。哇！你两个傻仔，你两个联手咪可以突破咯。如果你个继续咧系喺闹交咧，咪一啲意思都冇。不如你哋两个一齐嚟场比赛啦。哦，咁啱咧，我都知道咧，我哋嘅敌人喺边啊。我哋自己咧可能咧冇办法进入屏障，但系如果使用咧替身，应该可以入到去。高超啊，可以暂时咧将比加超同你嘅脑电波连接啊，咁样你就可以控制比加超嘅替身。咁犀利。OK 啊，行动，真身英雄篇章结束。魔偶的游戏啊！黐线呢一度点玩啊？呢个我而家要做嘅应该就系搵嗰只，搵嗰只小丑出啊！哇，呢个真系劲难玩，唔系讲笑。嗯，嗱，即系今日太高明啊，将呢个收喺道馆附近咧，表现到好似看守紧啲嘢咁。道馆附近。点解佢可以操控咗只比加超替身？如果一吸本小丑冇发过，正常嚟讲念力唔系类似一啲电波咁嘅嘢，咁嗰只吸本小丑应该都会 feel 到，或者嗰只游击立应该都会 feel 到有嘢喐紧啊，即系有啲电波可能咧操控住某啲东西，即使佢唔知系咩嘢，但系佢应该都知道有嘢操控紧啊。嗯，好。道馆附近，喺呢度啊！道馆，佢行咗出，道馆嚟啦！呢度有啊，揾到啦！佢喺呢度啊，人偶，佢识讲嘢嘅，嘻嘻嘻，我冇所谓啊！快啲啊，喺佢传送走之前打赢佢啊！点解我可以用大力蛙？有啲有出笔喎呢度，加防御金刚光先，搞掂啦！屏障消失啦，翻嚟啦，比加超。得咗啦，消失啦，嘿嘿，男女拍档咧做嘢咧唔女咩啊，男女背搭，我
我真系犀利啊！利用咗我哋咧，跟住佢哋合作喎。真身英雄篇章结束，魔偶的人游戏又嚟，入到嚟啦，金王寺。嗯，水箭龟喎、啊，小蓝，哇，你系嚟救我呢啲咁嘅小女孩噶？叻哥咧系明智嘅举动啊，叻妹冇人救佢咧，冇将咧眼睛咧从敌人身上移开，哎，抱歉啊！但系我嘅敌人咧通常比你强大，攻击咧水箭龟，哇，唔可以原谅啊！我都唔系一个渣嘅训练师嚟嘅，拜拜！我必须揾到 Green。哎，花子，拉达结束佢啦！竟然有呢一幕，哇，咁犀利只老鼠，佢太劲啦！走啦，我哋赢唔到呢场战斗。咁啲咧，我都未见过。哇，花子女士你 OK 嘛？嗯，呢火箭兵团咧嘅兵仔袭击咗纯白镇啊，俘虏咗所有人。我仲可以逃脱，但系你阿妈同大博士，我知道我要去救佢哋。好啦，你要小心啊！仲有啊，火箭兵团知道你喺呢度啊，所以佢哋肯定会派人嚟咧摧毁呢个精灵中心，削弱你。我会留喺呢个地方保护。咁犀利嘅呢个剧情，你可能唔知啊，但我曾经系冠军嚟嘅，真系嘅。之前咪讲过咯，我哋下次再倾。佢边度？啊，佢喺呢度睇。好，确定咧，所有咧纯白镇嘅居民都混喺咧西尔佛。好奇怪，我喷火龙唔识学飞天，但我只大比鸟系识飞嘅，系啊，因为初代嘅喷火系唔识飞。后面嘅房咧有精灵嘅医疗物资，完全睇唔到后面有房。好真咧，电子游戏，电子游戏中咧从来冇任何强势嘅女性角色，呢个系性别歧视，乜鬼嘢？好，好攰啊！但有标志嘅人先可以入标记。我系讲咧，呢个道场咧只会对咧会员开放，你需要有道场嘅断带，你先可以入到嚟。我喺边度可以得到断带？好啦，我哋已经冇断带啦，但系或者你可以问下嗰两个唔再理嘅人啦。听讲佢咧越见山系洞穴。OK， 呢个又一个支线啦。阿Green，咦？记得我哋阿靓仔呢一个咧，对咧喺越见山双子同埋红莲岛嘅报复啊！哦，哇，喺、欸。你哋两个都要死咯！用啲咁嘅精灵，哇，唔系话学舌术急中咗我，过分咗啊！头先嗰下，点解会咁噶？原子力啦，三号仔又叫狗，黐线嘅，我哋都系走啦，唔好抌低我啊！哪吒大人，你系火箭兵嘅耻辱啊！你而家仲有几多次机会啊？俾一次机会啊！你被淘汰啦，火箭兵团咧唔会容许阿弱者。我身边唔好啊，停低。棒哇，有画面添喎、啊，佢系你嘅手下嚟嘅、啊。呢、這、一个就系我哋可怕嘅地方。唔使担心，我咧一阵间咧就会打个够啦。哇，点点点点啊！竟然有呢个剧情、啊，真系。我好似第一次见到有呢、這、一个啊。将火箭兵团爆炸嘅场面啊！呢度做乜有嘢顶住咗行唔到入去啊？系咪有啲隐藏？诶、欸，谂住周围行，李多王都系照死嘅，李多王唔使睇啦，照杀。点样入去攞嗰嚿嘢咧？入唔到去攞，唔通要之后先攞得？诶，唔紧要啦。你知唔知点解咁多人加入火箭兵团？因为火箭兵团俾我力量俾我哋，每个人都需要力量嚟生存，尤其喺呢个世界度啊。系啦，好，继续用瀑布光线啦，魔老风急痛光线，哎呀，催眠我，瀑布光线啊，唤醒巴掌，愤怒门啊！高级球，哎、欸、有啦喺度，快走啊！唔得，我要为火箭兵团战斗至死，喷火龙用热风热浪。好，狗尾消失，翻嚟啦，喷火龙。哼，炸！等等，你呢只咧周围见到嘅咩乌蝇，你仲未见到我最后个样啫？跌落地都要执沙喎、啊，跌咗落地仲要执翻扎沙喎、啊、你。哎、欸、有啦，又有，吸风光先。我系急冻光先，瀑布光先，哎，揸下，好在差少少，嚟啦呢度，终于揾到你啦，喂，唔好无视我，
哪知你识噶？佢火之兵团啊，佢喺你咧阿爷嘅实验室袭击咗我啊！所以你系负责人啦，你唔知啦，我已经等咗几耐会令你咧付出代价。耐心啲啊，你好快就会同我打个救我哋咧咩希尔佛公司，唔系叫西尔佛咩？好啊，佢喺度玩我哋啊！你要去边啊？你觉得咧？我要冲入去个公司，小心系陷阱，陷阱咁啊点啊？我以前咧打赢个火之兵团吓我唔到嘅，你之前俾人操控住添啊，俾鬼师操控住啊，好耐以前。仲喺度呢个尸体，你哋入唔到去嘅，我嚟处理你打嗰个啦。好啊，急冻安先，好劲喎！急冻安先系咁见人兵，哎用错重喎，我睇唔到佢原来系出呢只飞叶风暴，太过分啦！竟然对我只比卡超用啲咁高伤嘅技能，可以入去啦。诶，金黄士篇章结束。我啲乌蝇仔啊，最后嘅落幕咧降临啊，我有一笔数要同你计啊，我对晒喺边啊，你喺边？听住啊 ，Green， 我做呢啲事咧，并唔系咧单单为咗咧俾佢成为你嘅节目啫。英豪 VS 罪犯啊，罪犯系边个？呢个意思有呢一个语带相关喎，边个系呢一个英豪，边个系呢一个罪犯咧？冇人得知。我哋系英雄、啊、甚至连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咪英雄，冇人系英雄。我嚟啦，啊！俾人夹住咗，唔错啊！但我只会咧俾一分你，因为你咧突破咗呢个屏障，而且咧你净系识咁，净系会咁啊！即系点？以下俾我睇下咧，你有几犀利啦！哎呀，我要翻去搵阿 Green 啊！其实最好的做法咧就系咧呢一度咧分拆，我可以用 Green 咧打埋嗰个嘅钢堡，嗰个浅红道馆嘅馆主，咁啊最好啦。啊，开关埋锁匙，唔系话？咦，开咗咯，真系简单。日记我真是个蠢材，我唔见咗我锁匙，我谂下咧，我将佢忘记咗喺笔记簿嘅电脑上面。OK， 收到笔记簿电脑，呢个咩啊？有啊，笔记簿电脑。锁匙卡 ，OK， 呢弹唔得噶，打得系你。自从我哥追捕咗你之后，佢就消失咗，肯定系你杀咗佢啊！系我咧报仇啦，唔系等阵先。嗯，听我讲，我冇杀啊，你阿哥自杀噶。我、哦、呢、這个系双子刀，其实你唔使再扮啊。我讲真嘅，佢自杀之前咧后悔咗咧火箭兵团俾嘅任务，而佢为咗保护我唔再对我落手咧，因为佢植入咗咧呢个芯片会爆炸，所以自杀咗啊。咩声嚟噶？呢个我嘅手机，嗯，卡罗，我而家系父亲啊，嗯，你可以走啦，抱歉，啊，呢个另一个信息啊，啊唔系呢个系，如果你咧可以咧生存落嚟，可唔可以去睇下咧我外边嘅妻子，佢个名咧叫卡罗，你帮我话俾佢听咧，佢系啱我，真系对唔住佢。哦，呢个声音系芯片，又炸爆咗啦，有一个，有啲咁嘅剧情啊呢度，好。你唔会同我打咩？点解要打？最后洛克洛之马咧会摧毁一切咩话？洛克洛之马几耐之前？几耐以后嘅事啊？呢个系？咦？大口谷？点解可以一下结冰咁黐线？水都要用？哇！太好笑，沙沙地。嗯，洁净之符呢度。你点入嚟噶？唔理点都好啊！你冇办法咧离开噶啦，我以人头担保。太沙顶，再嚟，再嚟，龙龙岩喷水，急冻我先。哇，咁黐线嘅啲可以，仲奇遇添喎，李如龙。好，啱啱讲嘅咧就系咧。头先讲完未？应该讲咗啦，分开咁玩咧，就系咧，我用阿 Green 啲精灵咧，同嗰个管主打一场，咁就会好睇得多啦。可能分开三个唔同嘅剧情，哇，咁啊几好玩，其实真系真好玩啊！即刻变到，因为咧 Green 嗰啲宠物咧，我冇啊嘛，我亦都唔知佢有啲咩啊嘛，所以玩落咧就好似有种抽精灵嘅感觉。我打唔赢呢个，哇，口心流。呢隻用比较超打 ，pick out 再复杂，换重做
化飞。哎呀，唔够打呢只。咬碎先啦，冇办法啦。原子只，哦，俾人秒咗。哎呀，到底用飞勾先啦嚟。催眠，啊，仲要唔中添。催眠，冇啦，玩完啦，得翻只三缺石。试试阿小光俾个三缺石劲渣，暂时一嚟冇升呢啦，二嚟就唔知道有啲咩用。火焰船喎。有屈我机喺度，用照用啊！哎呀，用错技，哇！一下冚死咗佢，竟然真系意外嚟嘅呢个。我从火箭兵团逃咗出嚟啊，但我需要一个咧离开呢个地方嘅路，我先可以联络到警察。嗯，我哋要死，我哋要死啦。OK。呢度啲冇咩特別啊。OK， 點解可以一下打唔死咁慘啊？我格鬥技已經可以打唔死呢只老鼠，需要鎖匙卡先可以打開道門。咦？咁做咩路啊？呢條路神奇糖果狐狸塊，你見唔到我度匿埋咩？你西邊嘅路障見我？哎，睇唔到佢講咩喎？呢度我会打开噶，开心啦，安全嘅地方换嚟嘅，应该系叫佢帮手开门啊！杀杀杀杀杀，研究人大针锋，换比加超嘅飞欧得唔得？哇！地面技佢用嗰招，我冇关线。佢呢一个迷宫条路咧，都好似冇咩特别大改变。我印象中高級球，你必须离开。多谢打，我唔认为一个孩子可以打呢只火箭兵团，信我走啦，咁样更加安全。太天真啦你，我系未来嘅冠军，唤醒巴掌。哎，佢快过我，漂浮咗我，醒啦！水泡唔要，近身狙击要，点都要啊！近身狙击咁高攻，咩技噶？近身狙击。没有没有管，再来近身狙击，好呢、這个活力快，锁匙卡又有一个啦。西尔佛公司制造咗一只虚拟精灵多边兽，求你唔好杀到我，唔系火箭兵团，真系嘅，借啲借地，火箭兵团杀死咧所有拒绝加入佢哋嘅科学家，好，佢需要科学家嚟统治一切啊，所以咧就会咧想招揽一啲人员。点行？我记得记得记得，呢度落翻楼先。佢一个锁匙门系开唔到嘅，头先。跟住喺呢度出翻去。呢度系啦。好，我哋就可以得到大师球。急通关先。近身拳击，打你唔死，吉利蛋。反而用普通技打死，唔通系唔同嘅吉利蛋？唔通系一个加满防御嘅吉利蛋？我系玻璃，我可能咧有一个好笑嘅名字，但我有好有帮助，可以帮我回血。玻璃有咩咁好笑？玻璃回血先，啊唔系 save 先，应该要打大佬啦。我哋要快啲啊，比加超！呢度边度嚟啊？呢个奇怪嘅火同其他唔同喎。诶、啊，你充紧电啊，比加超？比加，哇！呢个场系咩事啊？好似喺边度感受过电压一样。飞力球喎、啊，记得啦，佢肯定系咧枯叶树嗰啲咧走私犯，而即系嗰个电系积力嘅管主。啊，确实啲讲咧，我系咧即火箭兵团嘅精英三人组嘅上尉啊，系呢个军官嚟嘅。马志士，今次咧我唔会咧俾任何嘅机会俾你嘅。你系兽人专机嘅管主，点解要企喺火箭兵团度啊？因为有钱赚，有钱搵啊！好简单，嗯，管主冇错，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嘅道馆管主，认真训练对战，日复日，但我得到咗啲咩回报？我期盼嘅生活咧，我嘅至亲咧，我得到咗啲咩？我得到咗啲咩啊？啊，归根究底都系力量嘅问题。哼，你而家俾咧高压嘅栏咧拦住咗啦，
高压栅栏，栅栏，栅栏啊嘛，霹雳球喺度发紧电啊！我谂知道咧，我想知道咧，你系咪可以咧喺你嘅精灵俾我咧霹雳球炸飞之前咧揾到发电嗰、那个啊？系啦，你嗰几个朋友咧可能情况更加坏哦，要扮演小人，要 G C P 即系小蓝。哇！呢、這个有得玩，我都未玩过呢、這个。哈！唔敢相信你咁容易就入到嚟啦。好啦，我加入，我希望你系啱啊个装置喺度。嗯，我确定啊，有我呢个装置，我哋将会召唤到一个更加强大嘅精灵嚟打败佢。我哋揾个装置，唔好太挂住我。祝你好运啊，小蓝。等我睇下装置喺边先。哇！真系有、啊。嗱，呢啲先系正噶嘛，但系真系几好、啊，有得玩小蓝啲精灵、啊。可以唔错啊，但系冇得 green， 冇得用 green 个关有啲。有啲失望啦、啊、但有得玩小蓝都 OK。好，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呢一个嘅西尔佛公司嘅战争，系咁先，拜拜。